上的下方变成心下脾，后面我们就有五个啊心下脾治疗那个心下脾的泻心汤的处方。那如果跑到胸腔里面去的话，造成太阳的寒水，水跑到肺里面去，肺积水我们怎么处理？那就有很多的处理，很多种处理的方式。那这里的下肢造成胸满，你该解表，结果里面有它会造成胸满。这一种的胸满呢，会有经烦的现象。好，因为三焦跟心包呢是表里，三焦跟心焦，好，三焦，哦，那心包呢，这两个呢是表里，好，那一般来说，我们的水道系统，全身的水道系统，三焦系统是无所不到。三焦，我们讲三焦就是水的系统，好，这个水在三焦系统里面是应该气化出来的，哈，那结果呢，如果说这个水你下攻下了以后，它表症没有去掉，堵这个寒症的伤寒的寒症呢，跑到三焦淋巴系统里面去，三焦系统里面去了，变成啊小便不利，因为会影响到小便排尿，还会因为它跟心包是表里，会造成病人惊烦。处方受惊和烦闷的时候，就是焦虑，病人会很焦虑，很怕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啊，就会很慌乱。一般来说，出现了有惊烦的现象的时候，哈。我们张仲景呢，都是有龙骨牡蛎这两味药，好，龙骨牡蛎。那一身劲重，不可转侧，连翻个身体都不行。为什么？脾主四肢，主肌肉。好，那水道系统不通的时候，好，就会影响到脾脏解肌。所以说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呢，好，它有三焦系统，就是我们会需要用到柴胡汤，好，少阳针。一身劲重，不可转侧，我们知道它水停的肌肉里面，可能我们会需要用到使用到桂枝。好，来解肌。那好，这个经烦沾雨，好，沾雨呢可能是有大便堵到，对不对？大便堵到它会有沾雨，神昏沾雨的现象。好，那小便不利是因为水堵在三焦里面。处方呢，注意看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处方，它很多像生姜、人参、龙骨、千丹、桂枝、茯苓，好，牡蛎它都是等量。处方里面呢，一个千丹，千丹呢实际上非常好用，但是现在不好买到。好，千丹呢也是属于金石类的药，按照《本草经》呢，就是所谓的青千，好，青千，它并不是真正的千啊。那你不要，老师买不到没关系，我去拿那千来，你吓死人哈。那个不是那个千，不是我们现在的千，而是它的名字叫青千，是一种石猴类的药。青色的，好，紫色的，是这本身是无毒的，但是它是正心的，好，让个人很平静，能够定心，不会再慌乱的。好，龙骨还有牡蛎呢，啊，好，这个龙骨和牡蛎，张仲景用的非常的多，啊，龙骨呢是我们潜阳用的，啊。老师，什么叫潜阳？我们人呢，正常人呢，阳呢，比如说我常常跟这个学生在教的时候，我说我们这个病人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正常了？手一抓起来握他手，手掌是温热的，另外一个手就摸他的额头，摸他额头，额头是冷的，好，手掌是热的。常人正常人呢，一定是手脚脚掌是温热的，手背是冷的。好，手背脚背是冷的，额头是凉的，好，手掌脚掌呢都是跟胃气有关系，所以你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，那你外面那个刮风下雨，那你又赶着回家吃饭，那在路赶路的中间，你肚子很饿，又饿又冷的时候，手脚冷的，等到回到家里面后，一口热汤一下去，哇，手脚马上热起来，好，所以手掌脚掌热的时候，代表胃气的地方，好，那胃气太过了，有的人是太过了，手汗脚汗会比较多啊。好，那我们可以，如果说我们去问他啊，你是大便不好，我们可以承气汤，我们大肠把它攻出来，汗就去掉。有的是虚热，手汗脚汗很多，那大便很好啊，这就是龙骨牡蛎汤。了解我意思吧？因为什么？它虚热，热本来应该是潜在里面的。好，所以潜在里面就是说，怎么这个我们人呢，外面是水，表面上水，所以你摸皮肤是冰的，可是身体里面是热的，这是正常，对不对？里面是热。那如果现在人的里面是冷的，外面是热的，反的就阳痿浮在外面来。好，那阳是很轻的东西，阳是本身看不到的，但是它是存在的。好，
那不管我们练功夫、练气功，都是练那个阳，好练气。我常常跟大家用最简单、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阴跟阳的观念，就是你看得到的都是阴，看到我们的肌肉、手臂的血管，好关节、骨骼，那里面有多少力气，那个力气就是阳，啊，那个阳。那阳浮上来的时候，阴阳能够会分开来的时候，常常我们用为什么一般过去南派的中医不敢用发表的药，就是因为我们发表的药都是阳药，一吃下去如果出他们很担心啊，其实不会，处理不到的话，我阳浮上来，阴在下面就很危险。实际上会不会？不会，啊，实际上不会。所以经方家我们常常开的是阳药，微命家开的是阴药，啊，那到还有什么四大什么补土派、滋阴派，有没有什么好？都那个经方我们是用纯阳的药在治病的，啊，我们认为阳回的话，阴会自己会回来才是痊愈嘛。那这个处方呢，好，病人会这个经烦，我们用龙骨牡蛎来收敛它，来炼阳，好，阳会潜阳，阳会下来。那龙骨跟牡蛎呢有一点点差异，好，所以它会有两种不同的药。我们如果身上的筋，好，筋和筋，当你筋撕掉的时候，我们会重用龙骨，龙骨可以收敛、收敛固涩的药。如果你是筋撕掉了，哦，筋没有问题，这个筋没有问题，这个筋有问题的时候，重用牡蛎，因为牡蛎是水，是咸的，咸本身是水嘛，水都能够生水。好，那这两个就有点差异了。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跑来一个人，哦，我是筋烦，他大小便他也没有梦遗啊，也没有遗精啊，也没有盗汗啊，小便也没有夜尿，好，只是精烦，这个时候好，很在焦虑啊什么，你龙骨牡蛎开等量，这里是等量。那如果跑进来一个小朋友说，他爸妈说，哎呀，医生你帮帮我这孩子，到了小学六年级才在夜尿，还在尿床，我们知道这是龙骨牡蛎汤症。那你用龙骨和牡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是湿精小便嘛，你是不是重用牡蛎？龙骨就少一点，啊，那如果是十七八岁的小朋友一直在梦遗啊，又在遗精，对不对？哈，或者早泄，那么龙骨要加重，牡蛎要少一点，这就是我们的对龙骨牡蛎的一个看法。还有一个，你在临床上面的时候如何做加减？好，那你一定要看到有谵语，神昏谵语，讲话也语无伦次，这个时候会用大黄，因为大黄就是阳明燥热的谵语症。好，谵语。好，基本上其他大家都知道了。好，那既然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，我们柴胡一定是重用柴胡嘛，哈，所以柴胡用到四，你看到没有？重用柴胡。好，那半夏的生半夏，好，我们一般张仲景的用的时候，哈，都是用生半夏，好，生半夏这里呢用的比他们多一点，可能用四钱左右，哦，四钱。好，那你看起来很多，你用水。好，去八碗去煮成四碗，然后再去放大黄，再下去煮成两碗，哈，那一碗才一半而已。好，这是使用的时机，所以这个调变我们会用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。一般来说就是好攻下的时候，哦，应该还要解表，结果表没解，攻下了。这个病邪呢，好跑在少阳上面和阳明中间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会使用的，好，柴胡龙骨牡蛎汤。但会用到龙骨牡蛎汤，一般来说，好出现的病人呢，都是素虚之人，体好身体啊，哦，平常比较虚弱的人，好才会有。很强壮的人，就算出现的话，如果攻下太早的时候，哈，你攻得太早，他可能津液会自己回来。好，这是身体比较虚弱的，平常比较虚弱的人才会出现，好这种现象。好，那好，121和122，这个一看哈就知道张仲景露馅了，张仲景针灸不是很强啊，哦，他伤寒经匮就很好了，他硬要表示一下他懂一下针灸哈，哦，那
伤寒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我们伤寒麻黄汤就好了，张嘴的时候。好，如果你碰到这种腹满沾雨寸口脉又扶额紧，这肝沉皮木克土啊，好，名曰重，刺奇门。好，一个是名曰横，好，木经那个木反乳到经，好，上面原因是什么？这个哈木这个肝木来成皮的脾脏的时候哈，脾脏呢主少腹，只要是腹部这里的问题啊，中医呢都认为脾主腹，主这个少腹，啊，所以说，比如说我们脐下悸，肚脐下面有动悸，哦，对不对？脐下悸在这个地方动悸的时候，脉在这边跳的时候，我们用茯苓甘草，对不对？用茯苓甘草，好，好，诸如此类的。那腹满呢，有沾雨的现象，寸口脉扶不紧，好，就是这个张总理说刺奇门，好，实际上刺奇门呢，这个还不如章门有效，因为章门呢是脏的会穴，五脏的会穴，奇门呢只是肝的募穴，对不对？肝的募穴奇门，好，所以如果刺章门的话，章门它能够涵盖的肝脏，涵盖的五脏，同时又是脾脏的募穴，章门穴，好，那你当然也可以刺奇门啊，好，无所谓，好，那伤寒呢？发热、虚气恶寒，并没有恶寒，有大可喝水。又为什么可以？就是因为你用发表的药，比如说你伤寒，你开麻黄汤，一下去汗太多了。麻黄汤是发表发了肺里面的津液，这个如果是你腹满沾雨的话，是肠子里面津液发散掉了。哦，肠子里面津液发散掉，这是桂枝汤才会有。那伤寒这种大可的话，因为你用麻黄汤下去的时候，麻黄汤里面是桂枝、杏仁，好、哦，按这个麻黄、炙甘草，那它主要是发肺脏的汗，肺里面汗一发掉，肺是胸是诸阳之会，所以有阳会在这边。那你麻黄汤一发散的时候，阳虚掉了以后哈，阳不足的时候，病人就会有，哦，怕冷的现象。同时因为水排掉了嘛，哦，发汗发掉了，这个时候可欲饮水。哦，那如果是当病人津液不够的时候，大家注意记得，当病人哈伤到津液的时候，我们不管他是脱水还是你表汗发太过了，就肠子套叠在一起，好，或者是原因，当病人失去水分的时候，只要小便利，这个病都会自己会好。小便利的意思就是说津液自己回头，自己会恢复了。好，好，那如果小便不利，病人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，好，肝沉肺，好，名曰横，刺奇门，也是一样是奇门。好，当中你就是他不是很懂针灸。好，实际上如果我们处方肺里面的津液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麦门冬汤。好，以后我们会介绍了补救的方式。好，补救的方式，像这种好腹满好沾雨好寸口脉扶紧的这种出现的时候哈，我们会用小建中汤，或者是里面如果有沾雨有大便便秘的话，我们有桂枝汤加上什么大黄好诸如此类的，看当时的症状来决定开处方。好，你不用说来每个都不管是重啊横啊，你都在那边砸奇门，好，都需要，啊。好，123条，好，太阳病两天。二日以后呢，反烧瓦来熨他的背，烫他的背，好，大汗出，火热入胃，这胃中之水皆烦燥，这边有燥烦，必发沾雨。好，十几天，如果是正立有寒的现象，回头的时候，好，治下痢者，此为郁结也。这个哈，过去发生在大陆的北方是会有这样子的现象，大家总是说啊，流个汗就会好嘛，哈，或者是大陆北方人睡在炕上面，好，炕上面，哎，本来就是得了太阳病了。本来是应该发汗，可是这个汗呢，应该从得汗，从要汗，要要汗来解，啊，要汗呢，为什么要要汗来解？因为我们的处方的时候，哦，麻黄汤呢，如果我们是处方麻黄汤的时候，哦，里面会有杏仁，
还有炙甘草在里面，哦，来补它的津液，肺的津液不够。如果是你是开的是桂枝汤，哦，那更多了，哦，生姜，哦，甘草，哦，炙甘草，哦，生姜炙甘草，还有红枣，哦，都在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是用药汗，我们会有发汗的药以外，加一些增润津液的药在里面，所以病人不会说有津液不够的现象。好，那过去呢，有的人是就感冒发烧也请不起医生，或者也不懂，对不对？好，就靠近的炕上面比较，因为恶寒嘛，靠到炕上面比较舒服，结果因为外面的热进来造成病人大汗出，这个汗出来是被蒸出来的，不是从里面发出来，这个时候火热入胃，胃里面这个胃你把它当成胃寒，肠子也在内哈，肠子的津也没了，这个时候水结了，病人会烦躁，必发谵语，这个谵语呢就是大便干掉了一种主要的症状，会发谵语哈。